大小小的战役啊，啊，尤其是八二三战役啊，啊，打了44天呐、啊，啊，落弹479000多发的炮弹，哦，要持续了二十年里面单打啊，就双不打的，啊，也打了将近50万发，啊，这个整场战役啊，总共打了97万多发的炮弹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段啊，就会有炮击声响，啊，让各位感受一下啊，战争的武器啊。说这个是抗战胜利的歌，¡Gracias!